书店，他们也是引入南大武山的清澈山泉水。屏东十大伴手礼入选商家陆续上台接受讲座，今年商品包括檀香、可可、豆油、精油等，不仅多元，兼具在地性，各个包装也都别出心裁。商家们希望伴手礼不只好看好用，更留下深刻印象。有山的味道、云的味道、岩板的味道，还有植物的味道。我用精油的部分，只用三个精油去模拟在地的感受。然后我们还有做成礼盒。我们今年所推出的是叫五年的这个香，那我们是用最天然、最纯净的这个产品哈来制作。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形状叫祥云，这个祥云让我们在点香的时候就有一个祥瑞之气。屏东十大伴手礼甄选活动迈入第八年，县府今年特别将商家商品资讯编撰成册，将屏东丰沃土地孕育出的丰富农特产行销出去。搭起了这个平台之后，把它们编撰成册，直接呢邮寄到各个公司行号，甚至给上市公司的福利社，然后让他们呢可以去宅配邮寄，甚至做一个指引。另外，县府还与百货业者合作，在新北市、屏东办理商场展销推广活动，尤其在这新旧年的交替之际，将屏东好物与创业故事分享给更多民众。云新闻巴朗，屏东市，抢不到。